开菜场的啊，这里是菜场，我原来很大我。哦，景商这里还菜场的，这是菜场来的。哦，这里还菜场的啊，好大的菜场。啊，这个挺大的啊，这里啊，还可以的。景山楼这个小的村屋，农村的地方有这样大的街市，还可以的。这里面好像没有全开，南方没开耶。哎，吃什么东西？哎，这里有紫通苑的，看见没有？很多吃东西呢。哎，这里还有石油呢，哇，这里还挺有意思，很多小店呢，这里你看看，还挺兴旺的。哎呀，这里也能走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个是菜市场。走外面的马路呢？外面马路来的。哎，走马路还走呢？这边呢？外面马路哦。哎呀，这个是里面家里人家去人家里哦。哎，随便。哎呀，这花真漂亮。啊，你这花真漂亮。还可以。景上路还行啊，感觉上。很多村屋，不错。走。啊？啊，我们还是要走出去那个。我们还走出去。走去马路了，这边没什么好走的，这边走到里面去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走去马路这边吧。哎，这也是动也不动，这不是是鸟来的，麻雀。嗯、啊？我问你要不要吃东西啊？这里有东西吃。好了，这里好多花的，花花草草。啊，这里还有一家味康呢，味康，你看到没有？好大，这里。